最近在整理摄影作品的时候，我只要看到，最近在整理摄影作品的时候，就有很多照片嘛。那你很明显的一眼看到照片，你就会知道哪一张照片是用这台相机拍出来。它就是这么特别，它的颜色、它的解像力非常非常特别。你不用猜说哦，这台应该是Canon 的那一台，Sony 的哪一台？不用，你一看就知道是这一台相机拍摄出来的。最近在整理摄影作品的时候，就有一大堆的照片，你很明显的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说，哎，哪一张照片是用这台相机拍出来，那个颜色、那个解像力，你完全不用猜，一眼就可以看出来，真的是非常有特色的影像。